盘点娱乐圈明星到底隐藏了多少运动员，最近因出演《终生如故》爆火的任嘉伦，在和张继科对打乒乓球时毫不逊色。哇哇学开始到初三结束，这之间我一直在练乒乓球。和奥运冠军陈梦从小一起练球，果真名不虚传，不愧是我国超哥呀。节目中段文轻松跳跃1.7米，圈粉无数。坦言自己曾是运动员，跳高可是进入体育界的入门项呀。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。什么秘密？在15年前，我是一个跳高运动员，我是一个跳高运动员。我曾经当运动员，我的这个进体育界的这个入门的项就是跳高。而同样作为国家二级跳高运动员出身的，还有陈晓。没有问题。网友直呼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呀。爱情公寓走红的娄艺潇，曾是竞技体操项目的国家二级运动员，竞技健美操的国家二级运动员。哇，竞技健美操。不仅如此，更是有声乐九级、钢琴7级的证书，果真是彪悍的人生，不需要解释呀。彪悍的人生还笑